早晨，欢迎弟兄姊妹和朋友在网上里面有个敬拜。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请大家听我读一段的宣召的经文。经文记载在诗篇第90篇一至二节。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请我们低头的祷告。创天造地赐人生命气息的上帝，我们众人得以坦然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敬拜，实在是我们的福气。求你的灵与我们众人同在，充满我们各人的内心，藉着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隐然未现的旧犯，让我们能够带着圣洁的心灵向神你敬拜。神啊，求你施恩怜悯世人，世人犯了罪，亏缺你自己的荣耀，求你顾念世人是按着你自己的形象被造，在瘟疫大流行的时候，求上帝施恩停息瘟疫的流行，使瘟疫能够早日的停止，医治瘟疫受影响的人，亦都求上帝使各国的领袖有智慧有能力去分发疫苗给国民去接种，使人的生命得以保存。求主纪念我们当中软弱的肢体，身体有疾病的，心灵有忧伤的，求主医治和安慰。求主使教会能够早日的重开，让弟兄姊妹一同来到殿里面去敬拜神、歌颂神，将众人的心带到主的面前。求主预立我们的敬拜，与我们同在。求宝贵的圣灵在我们个人心中说话，让你自己仆人的信息使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奉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诗篇91篇二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我们一同唱生命圣诗286首，信靠耶稣真是甜美。读经的时候，请大家打开圣经，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6章1至12节。路加福音16章1至12节，请听我读出。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
主人賜我，不要我再作管家，我將來作什麼？坐地吧，無力討飯呢？怕羞，我知道怎樣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後，接我到他們家裡去。於是把欠他主人債的，一個一個的叫了來，問頭一個說：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說：100 纽油。管家說：拿你的帳快坐下寫50。又問一個說：你欠多少？他說：100 石麦子。管家說：拿你的帳寫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作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圣经读毕。我们今天的金句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6:10，请听我读出：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我再读多一次：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今日好高兴又有机会在网上与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一起来到敬拜上帝。我们教会今年的大主题就讲到恩赐与侍奉。在上一个月的时候，我和各位来到讲到论工作与人生这个题目。我们就用三个仆人的个故事来到去探讨基督徒的人生观。在这处我就尝试来到去用主耶稣所用的一个的比喻，一位不义的管家，和大家呢来到继续分享怎样来到去作主的仆人。经文就记载在这个路加福音第16:1-12，一位不义的管家。首先我跟大家讲一下呢，就是这个管家的比喻。耶稣基督所讲的管家这个比喻呢，主要的对象是当时的门徒，或者都包括一些当时在场里面的法利赛人。对于这两种的这个的听众呢，这个的故事都是饶有趣味的，而且呢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件事件就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16，在前面的1-8这个的情况，耶稣就来到讲到这个管家这个的比喻。可能这个是真人真事，也都可能只是主他只是 用这个的比喻来到去表达一个重要的真理。故事的主人翁呢，就是这个的管家，而他的职责呢，就是来到去帮助他的主人，这个的财主呢，来到管理家庭里面的事务，特别是财务。然而当时有人就向这个的主人呢投诉，来到去指出，他说你这个管家呢浪费主人的钱财。听这样的时候呢，主人家他就作出个决定，想话嚟到去咧辞退呢一个嘅管家，等佢交代清楚呢一个嘅手续之后咧，佢就会将佢逐出家门啦。管家呢个字咧，佢原有嘅意义咧就系指到一个喺银库里边嘅一个主管，
亦都是指到一个有钱的人，他一个家庭当中的首席的家务，这个仆人，给他有这种的权柄来到去管理其他的仆人。因此这位的管家呢，他是在家中相当有崇高的地位。他在开始以前被雇佣的时候呢，当然都是受到这个主人家的尊重了。故事当中的这个的主角呢，是在这个富有的人家当中一个从事管家这个职责的人。这个的人士他相当有才干，特别懂得去理财，去打理主人家那个财务的。但是令人很可惜的事情就是呢，可能他的行事不当，又或者他办事不力，于是有些人呢就向这个的家主来到去投诉，于是这个主人呢，他就来到去决定辞退这个的管家了。这个管家他的过失是什么呢？是我们不大清楚，只是知道他被人家来到去告他一状，被人家来到告他。在这个第一节呢，就是这个人呢，他被别人来到去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浪费主人的财物。听完这样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主人他就要彻查这件事情究竟所听到的是不是真或者是假呢？于是他就来到叫这个管家呢来到当面对质了，要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始末是怎样一回事。在这个的比喻的当中，管家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反驳或者否认，他对于主人对他那个的质询或者对别人对他的投诉呢，他都保持缄默。结果他就是被可以这么说罪名得到成立了。在这个第二节，我就见到主人呢就叫他来，而且跟他说，他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够再做我的管家了。在这次我们看到事情那个的发生呢相当不利，主人对他作出一个要求，叫他来到去交代清清楚楚一切的账目，并且你要交还这些的可以这么说账簿给主人家知道下那个实情是怎样。他很快就会被主人将他辞退了。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需要来到去另外找一层工作，当时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这个管家他内心里面怎样想呢？在这个第三节呢，我们就知道他当时那种的心境了。圣经记载就是他说，主人辞我，不要我再作管家，我将来作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这个就是他当时呢所要面对那个的问题了。主人不再次来到雇佣他，于是他日后的生计就即刻就成为问题了。他想着如果我去锄地做这些比较粗重的工作，自己又没有足够的气力去做，如果我去乞钱去讨饭，自己又觉得好怕走，不敢去做那些事。看来呢，这两样的可能性锄地和讨饭都行不通了。他要面对一个真的进退两难的这样的困局。主耶稣就在这次就说，这个管家呢他相当聪明，他细心来到去思想着量一下，于是他结果呢想出一个的计仔，或者一个的鬼主意，可以这么说，来到去解决他当前那个谋生的问题。他管家心里面这样想，在第四节他说，我知道怎样行了，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后呢接我到他们家里去。第四节这个方法是什么呢？这位的管家呢，他很想广结人缘，这样做的时候来讲呢，以后即使他再没有容身的地方，亦都有一些人呢能够帮助到他的人，他
他愿意来去款待他，而且呢招呼他在自己的家庭当中。于是他想出这个方法呢，他就想就是趁这个交代帐幕的这个时候，他就会行使在这个最后的关头呢，他作为管家的职权，他尝试藉着这个时候呢，为自己来去呢铺好后路了。这个就是管家当时他的情况。在这段经文的第五节至第七节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这个管家呢，他所想出的方法怎样来去面对当前那种的困境了。于是呢，他就来到将那些欠他主人的债那些人士呢，一个一个都叫他们来，叫他们来。头一个呢，跟他这样说，你欠我主人多少呢？那个人跟他说，我欠你的主人呢100 有。于是这个管家呢跟他说，嗱，你的账快坐下写审啦。他又问第二个，你欠多少呢？咁呢一个人士就讲100嘅麦子。管家就同佢讲，嗱，你的账写80啦。嗰时我哋见到呢，呢个个管家呢，佢就嚟到将嗰个欠债嘅人呢，一个一个请嚟，无条件嘅嚟到去减少佢哋所欠嘅债项。在古时的时候，大概在这段的时期呢，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是用耕种为生的，所得来的收成呢，无论是油也好或者是麦子也好，就是他们作为养生的财产。在当时的社会呢，并不是全部用金钱呢作为经济的单位的，有时依然是用这些的、以物换物的方法来到去呢处理这个经济上的问题。于是这个管家呢就对过一个欠主人100油的这个人呢跟他这样说，拿出你的账单，你写低50啦，减少一半。又他又对另一个欠100麦子的人这样说，拿出你的账单，你不要再用100啦，你写80啦。咁这个我哋听到，我读到呢一段都觉得呢个系绝顶聪明嘅一个做法。呢、这个嘅管家呢，希望藉着呢个嘅方法，能够博取唔少嗰啲欠债嘅人佢哋嘅好感。我哋见到呢个嘅管家，佢机警啊，好聪明啊，受到人家嘅称赞都唔定。通俗一点呢，佢就係一个所谓世界仔啦。即使主人呢亦都夸奖呢个不义嘅管家佢作事聪明喎。喺呢个第八节我就见到主人家就有咁样嘅情况对佢咁嘅评论啦。话佢呢作事聪明，夸赞佢添。管家係一个不义嘅一个人士。因为佢就利用呢种不法嘅手段呢来到去修改那些欠单的那个数目，令主人当然蒙受损失。而这个故事的焦点并不是在这一处，而是集中在这个不义的管家的身上。值得一提的就是主人他并不是去夸赞这个管家的做法，他乃是来到去夸赞他机智过人，顶聪明。有一位的传道人呢来到去评论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他这样讲，他主人称赞这不义的管家，是因他行事机智，以高明的手段来行骗。他是一个无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无赖。我相信这个这样的评论都相当的恰当的。藉着广施恩惠呢，这个管家他为自己赢得一些好朋友，他扩阔了他那个友情的圈子。由于这些的债务呢对他心存感激，因此呢即使这个管家日后被解雇，主人家不再请他做了，
啊，或者呢啲嘅朋友咧都愿意啊感恩图报都唔定啊，招待佢，招待呢个管家到佢哋自己嘅家庭里边嚟到去居住，甚至咧嚟到去咧供给佢生活上嘅需要都唔定。圣经冇交代。咁嘅时候咧，呢个管家佢所期望嘅咧，可以咁讲，就系好叫人喺佢唔再做管家之后咧，佢希望能够接佢去到佢哋嘅家庭当中，呢个嘅心愿咧，呢个嘅计划能够得到达成。咁嘅时候，佢就唔担心冇地方落脚，一日三餐咧都唔成问题啦。主耶稣就嚟到称赞呢个嘅管家咧，称佢为今世之子，即系一个好世俗化嘅人。俗语嚟讲，就是一个世界仔啦。主耶稣呢个故事咧，好有兴趣。一针见血咧，就嚟到指出呢个问题之所在。我哋同大家咧讲过呢个管家嘅比喻咧，我哋先睇下第二部分。究竟呢个比喻啊，嗰个教训系咩嘢咧？短短几节嘅经文咧，主耶稣佢就将整个故事咧交代得好清楚。我哋见到真系耶稣基督所讲嘅言论啊，系好有趣味嘅，值得我哋各位咧。能够更多的思想，更多的反省，或者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情都不定，或者一个虚构一个比喻。但是无论如何呢，耶稣基督他藉着这个比喻，这个比喻讲出至少有三个很重要的教训来到帮助我们，让我们尝试来到跟大家分享这三个的，可以这么说，三个很有好有意义的一个嘅教训啊！第一方面就系将呢种叫我哋嚟到学习一个管家嘅聪明，学管家嘅聪明。佢知道自己嘅处境喺呢个紧急嘅关头嘅时候咧，佢能够脚踏实地，佢采取行动，佢做好准备，胜过眼前嗰种嘅挑战。佢好有智慧，佢懂得为自己嚟到打算。因此呢，我们看到连个主人呢都称赞他。在这个第八节，耶稣基督就是带着一个批评，或者带着多少有挑战的这种言论讲出这句说话。他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呢，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更加聪明。第八节在这处提到两个的名词，请我们大家留意，一个就是今世之子，第二个就是光明之子。主耶稣在这处的意思可以这么说，就是在处理世事这方面来说，很多世俗的人，即是那些今世之子，他们做事比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事实上我们说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很多基督徒做事有时真的很愚笨，比不上那些非基督徒的人士那种的机警，那种的智慧。我们说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因为我们基督徒做事，我们呢讲求原则，我们按章办事，我们跟从圣经的教训。但是世俗的人他看重的只是个人的利益，力争上游，以虞我诈，愿意用一切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耶稣在这处向我们发出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既然是光明之子，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不单止在世事上面要做聪明人，更要在属灵的事工上面来到有智慧行事。怎样做呢？就要栽培自己属灵的生命，同上帝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认识神的旨意，了解主的带领，能够对天国能够作出贡献，经常去思想怎么能够在这个余下的日子当中能够更有价值，更能够得到上帝的悦纳。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处世的时候应当好像这个管家一样，有他这样的智慧，为自己的前途呢好好的打算，预备将来的出路。
主耶稣的重点放在光明之子身上，意思就是属世的人在今世有智慧，知道怎样来为自己打算，反而很多时属灵的人士缺乏了这种类似这样的智慧，反而不懂得要作出一些属灵的计划。我们各位，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在天国的事情上，如果能够有今世之子那种属世事上那种的聪明，那种的决心，那种的勇气，这个就是教会和神的国度的福气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光明之子应当认识清楚现今我们的处境，了解时代的问题，知道今天教会的需要，然后按照圣经的原则，借镜前人的那种的榜样，懂得怎样去回应时代对我们的挑战。这个就是至少第一方面，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比喻教我们要学习这个管家他的聪明。我们看看第二方面，善用你的钱财，善用你的钱财。这个的事迹，这个的比喻呢，另一个的教训就是叫我们懂得善用金钱。在第九节，这节经文相当的重要有意义的。耶稣就这么说了，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主耶稣他用不义来到去形容钱财，可能是基于有两个的原因。第一个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所有的金钱都可能是涉及一些不义的成分的。不义的成分，譬如我们各位在我们的口袋里面、荷包里面，如果我们有一张50元的一种的那个纸钞的话，红色的、成为你的财产之前，我们未曾有这张50元的这个纸钞，可能它是曾经落在一些好人的手里面，有些有可能它是曾经落在一些坏人的手里面，我们不知道。故此这处讲及到这些金钱可能是涉及一些不义的成分，曾经是被人家玷污过的，这个是第一个的可能性。因此耶稣讲到不义的钱财。另一个的可能性就是我们知道现今世代是邪恶的，不义之财就是列照只及到就是地上的财富和天上的财富是相对的，因此主耶稣就称呼这些钱财作为不义之财。既然钱财是不义的，那怎样来到 去处理它才是最恰当呢？的确的做法或者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我相信就用它来到去帮助别人，用这些金钱来服侍上帝，去做好事，不是去做坏事。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在这个的第九节里面。结交朋友不是指到 去巴结那些富有的人，请人吃饭，广结人缘，因为这些人呢不能够带你去到永恒的帐幕的里面的。我相信结交朋友，主要你说讲及到这个的情况呢，至少有两种的意义在里面的。第一方面就是乐善好施，用我们袋里面的金钱呢来去周济穷人，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那些受惠的人士他就会成为你的朋友了。但这个呢，我相信是第一种的意义，结交朋友。第二种的意义呢，就是由于我们热心来到去帮助别人，上帝就会成为我们的朋友了。因为怜悯贫穷的人，圣经讲就是等于借钱给耶和华上帝，而他的善行
耶和华上帝必定会偿还的，记载在旧约箴言书十九章。我们能够帮助啲贫穷的人，圣经里面讲就是可以好像借钱给上帝，而神必定会偿还给我们。因此上帝在这处就成为我们的朋友了。或者两种朋友，这班受惠的人士成为我们的朋友，神自己成为我们的朋友。在这个第九节后面那串，圣经就再提到，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里去。我们问，究竟什么时候才会见到钱财无用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然我相信比较明显就是当我们大家离世的时候，我们面对死亡了，这样的时候呢，钱财根本就不能够带进去坟墓的当中。来到这个时候，金钱就等于没有用了。我们大家都是赤身而来而赤身而去，无论我们手上有多少的金钱，这些的财富都不能够带进去到这个的坟墓的当中。除了金钱之外，我们说世上也都是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或者我们所追求的事物也都不能够带进去到坟墓的里面。或者我们追求学问、追求名誉、追求地位、追求权势，但是我们说当我们大家面对死亡这个的时候，这一切的东西都没用了，赤身而来赤身而去，这个是一个人人都要面对的事实。另一个的解释讲到钱财无用的时候，这个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当人类的历史去到终结的时候，一切的金钱财富已经无用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所结交的朋友就会接你去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了。这个就是神永恒的角度。正如这个的比喻里面所讲，里面那些债户呢，就来到去接待这个的管家去到他们自己的家庭里面居住，去招待他。受惠的人呢，会欢迎你去到上帝永恒的国度当中，他们能够为你作见证，因为你帮忙过他们。另外或许就是神的使者，这些天使作为神的代表，亦都会呢是欢迎你，接你去到神的国度的当中。我相信这个就是那个意思在其中了。一个小小的例子，或者跟大家来到去分享一下，就是呢很多年前呢，我都认识一位主位的弟兄，他说癌症离开世界，英年早逝，很可惜。在他生前的时候，他有一次当快要真的面对这个死亡的挑战，他跟我来到分享，大家在主里面有一起来到祷告。他跟我讲，他说他预备了少许的金钱，一个很小数目的金钱作为奉献的作用。但是他不晓得将这些钱呢是奉献去哪一处呢？这笔金钱的数目不多，大概就是加币2000元左右了。于是他问我，我就来到向他有一个提议。当时呢，我是在这个安省的神学院，现在就是天道神学院，有机会来到去有些侍奉搞这个书这样。我就向他提议，我说你可以考虑呢奉献给我们的神学院那个图书馆的使用，来到去购买一些呢有关中国近代教会历史研究的材料。他很愿意接受我们的提议，来到去赞助神学院图书馆那个的华人事工的课程，来到购买一批是存有历史资料的一些微型的底片，一些 microfilm。而今天这些材料，这些的微型的底片依然保存在这个的天道神学院的图书馆里面。如果有心研究近代中国教会历史的一些的朋友呢，
當然歡迎佢哋嚟到去咧，去神學院嚟到去借用嚟到去參考啦。呢位弟兄佢所作嘅係一件嘅美事，唔單止我哋嘅學院成為佢所結交嘅朋友，我亦都可以嚟到去咧為佢作出見證。而佢今日喺神嘅國度當中，佢必定能夠咧得到天上嘅財富。主耶稣的观点并不是指到行为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捐出金钱去奉献去周济贫穷的人就可以获得救恩，绝对不是。他所要强调的是我们学习这个不义的管家有智慧来到去善用金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会善用你的钱财。针对结交朋友的双重意义，我们应当从两方面去善用金钱。一方面就是周济贫穷，使到这些贫穷的人士得到你的帮助，他们成为你的朋友。第二方面就是为了赢得天上的朋友，亦都要怎样呢？亦都要善用我们手上的金钱，在神的国度当中能够广结人缘。换句说话，我们应当关心神的圣工，我们应当关心教会的需要、宣教的工场、社会的机构，有可能的时候能够给予这些不同的地方经济上的援助。故此善用你的钱财呢，就是这个第二方面我们值得考虑的一个的提醒。第三方面，我们除了学习这个的管家的聪明，除了懂得善用我们的钱财，就是对主必须要忠心，对主必须忠心。在最后的这个第十至第十二节，我们见到耶稣对我们提及到这个忠心侍奉主的问题，让我读一读。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三节的经文很有意思，当我们仔细地去思想，这三节经文是平衡的，有三个的作出比较，让我简单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第一个比较就是有最小的事和大事，有小事忠心，有大事忠心，小事不义，有大事的不义，这个是第一个那个的比较，小事大事作出比较。第二个比较就是有不义的钱财和真实的钱财，这个比较。第三方面呢，就是有别人的东西和你们自己的东西作出比较，有三个不同的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组合。而每一组的事物呢都是相对的，相对的。这个对比很有意思，今世不义的钱财就是等于别人的东西，也都等于受托的东西。相反，永恒的钱财呢，耶稣基督就称为真实的钱财，而这些就是呢你们自己的东西。这处很有意思，我们值得来思想一下。故此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来去思想这三处经文的比较呢，我们可以这么讲，如果我们今日在受托的世上的钱财上面不忠于神呢，上帝就不会将未来的天上永恒的财富赐给我们了。第二方面，如果今日我们用钱没有智慧，不是按照主的旨意来到去办事，神在未来的国度的当中亦都不会将更多的资源交托给我们。第三，
如果我们不好好运用今世的机会来去侍奉上帝，神在未来的时候亦都不会给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总而言之，由此可见，今世的侍奉就是一种考验，来到去察看我们大家是不是适合在以后在永恒的国度的当中承受主给我们更大的托付，更多的机会，更重要的事工。主耶稣他称地上的钱财为最小的事，和天上的财富作出比较。如果和将来天上永恒的财富相比，地上的钱财就真是微不足道了。主耶稣来到劝我们大家不要高估金钱的价值。当然我们各位都知道金钱有它的重要性，它能够这些钱财可以帮助我们活得比较舒适，让我们有能力去来到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我们说我们在世上生活有很多的东西比金钱更重要、更宝贵、更有价值，绝对不能够用金钱来去换取的。譬如真诚的友情，我们有没有一些知己的好朋友呢？一个愉快的家庭呢？各位，我们的家庭生活快乐吗？一个幸福的婚姻，我们知道在北美洲差不多 50% 以上的这个婚姻都是面对崩溃的情况。一个良好的品格呢？我们品德的修养有没有进步呢？一些属灵的美德，我们见到灵命的追求，我们的成绩是怎样呢？信主这么多年，今天又如何呢？和上帝所建立的关系，我们大家认识神有多少呢？这些事物比金钱来得更宝贵、更重要。在今天这个物质主义的社会、经济挂帅的西方社会，金钱很容易成为我们大家追求 的对象，和一切价值的标准。但是作为主的门徒，我们的人生观不是这样的。而这个管家的比喻呢，是能够带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值得我们反复思想一下。很有趣味的一个的比喻。我们来到结论了。主耶稣在处用一个这样的事件呢，来到去呢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去帮助很多贫穷有需要的人士。这个做法就是好像呢等于我们借钱给上帝，而神一定在适当的时候偿还给我们，而且会加倍的还给我们。我们值得乐意来到去呢捐助圣工，去辅助教会，来到为自己积财于天。这个是真实的钱财，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个很重要的。今生的侍奉对金钱的运用，我们说只是一种考验，一种考验来到去决定我们在未来的永恒的当中是不是适合来到去接受神给我们更大的责任。所以主耶稣说，施比受呢是更有福的。如果我们不否定永恒的真实性，能够明白人生这几十年的寒暑迟早都会过去，那个时候我们就值得为我们自己呢将来永恒的命运及早打算，不要再拖迟了。生命圣诗120首，古旧十诫。Thank you.
是家事的分享，每逢星期三晚上有网上的祈祷会，详细情形请参看教会的网页。美成云浸信会将于8月21日星期六举办第五次的网上交流会，时间是推迟一半小时，在加东时间早上8时30分举行。个主题是宜家找学校，由两位资深教育工作者介绍安省的教育的制度、服务和它的设施、特殊的课程、新移民 ESL 的课程，并且提供有关私校的资料，希望能够协助新移民的家长为子女寻找合适的学校。欢迎有意探讨或者正计划移居安省多伦多或者 Mississauga 的海外朋友参加，请弟兄姊妹将这个消息广传和代祷。详细资料可以浏览教会的宜家伴你行的网页。堂务管理部在8月22日至19日进行教会的大扫除，以预备教会的重开。现在正是招募义工的帮忙，范围包括是室内和户外的清洁。有志者请与 Canon 部长联络。让我们一同的站立，我们诵读使徒的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再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义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今天我这个崇拜的这个程序在结束之前，让我来到和各位一起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事迹，一位不义的管家，很有趣味的一个故事，一再次来到提醒我们各位弟兄姊妹和朋友，应当来到看重永恒的事物，永恒的真实性，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人生几十年的寒暑迟早都会成为过去。故此我们就在今天值得为自己，懂得为自己将来的命运及早打算，不要再拖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恭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